我体统祖国的召唤，我们体统祖国的召唤，我们体统祖国的召唤。隐藏起来的国之重器，它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在现代战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威慑对手的杀手锏，使敌人措手不及。自从它出现后，美国就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了，那就是导弹列车。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具有什么威力。视频前的你，如果觉得祖国本领强大，也为祖国的实力感到自豪的话，祖国加油，来支持祖国。但众所周知，完善的陆基洲际导弹和战略核潜艇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不服就干！Yeah.